哇，美女没有音乐，不是要想拍你了。我们稍后还会有很多机会，然后幕后方的粉丝朋友呢，也有机会要来拍照了。我们看一下右手边，啊，还有左手边，左手边，美女朋友跟现场粉丝朋友们把握机会啊！右手边的你拍几张？好，正中央，我们也补拍几张，正中央。好，还有哪边要补拍的？右边，右边，右手边先啊。好，左手边。好，请看是看向左手边，左手边这边。好，谢谢。好，那最后补拍几张，我们稍后还有很多机会补拍的哈，最后补拍几张。好，谢谢。那么请工作人员坐上麦克风，我们今天的香氛疗愈大使来到现场呢，一定要来好好的访问一下。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麦叔跟现场朋友，很多喜欢你的朋友，可以跟他们打声招呼。现场的朋友，午安，我是麦叔，非常开心今天就有这个美好的下午可以跟大家一起共度。掌声加尖叫，欢迎麦叔！哇，好开心哦！看到粉丝们呢，脸上都露出了非常期待的笑容，很开心你来到我们的现场。好，那我们也请麦叔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你的脸书啊，你是每天几乎都有一支影片po上来，感觉你工作非常的忙碌。那想知道你在工作忙碌之余呢，你又是怎么样来放松你自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自己呢，其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瑜伽啊，这件事情是真的。我自己其实也算是瑜伽爱好者吧，从接触到现在应该约莫快两年。然后我真的也是每天能够有时间都会练习，是可以帮助你纾解工作上的压力。好，那说到瑜伽呢，今天呢我们就真的请到一位瑜伽大师来到现场，来为我们示范的我们日本Ayura团队特别研发出来的媒体调理伸展操。所以我们大家现在用掌声欢迎我们的身心疗愈大师 Nico 老师来到台上，欢迎 Nico 老师。名流跟艺人的私人教练，那今年下半年呢也将推出关于瑜伽的新书，老师今天就要来为我们示范你的动作。那但是呢，我知道后面很多粉丝想要近距离来复读一下我们的动作跟我们的大使，所以我们现在呢挑选两位幸运的粉丝来到台上，跟我们的老师还有曼叔一起来做瑜伽动作，好不好？有没有人自愿举手？有，这位是媒体朋友吗？媒体朋友是不是啊？一位，好，欢迎。好，还有我们另外一位自愿上台的有没有？后面我看看。有，好，欢迎你，来，请上台，请上台。好，两位粉丝，那我们等一下，请呢老师跟麦叔稍微往前站一点，然后老师可以在粉丝可以在后面看你们的动作。好，那麦叔要帮你收麦克风吗？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Nico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生活媒体操，它会让我们从脚一直放松到我们的上半身。所以我们第一式呢是手叉腰，手叉腰，然后脚打开跟你的臀部一样宽。好，记得让你的肩膀是放松的。好，然后你记得要配合你的呼吸哦，在吸气的时候边吸气边让你的脚轻轻的垫高，然后吐气再把脚踩回来，先从腿后侧跟身体前侧伸展，我们再试一次哦，吸气脚垫高，再吐气脚踩回来，最后再一次哦，吸气脚再轻轻的垫高，好，脚再踩回来，吐。这是我们第一式，从足底的淋巴做伸展，然后我们第二次呢要转到你的侧面，要从身体的中段骨盆跟腰部来做伸展，所以你的骨盆它会维持在正确的位置，它会是平平的，所以我们吸气的时候轻轻的把屁股微微的往后拉长，好像有点翘屁股的感觉，然后吐气就轻轻的把你的尾巴往内卷回来。老师练这个可以达到什么效果？效果很多哟，它可以让你的屁股是翘臀、然后腹肌再轻轻的往内缩，会收小腹，所以它会增加整个骨盘的灵活度，它也会让我们整个下半身的循环会比较好哦。所以这是第二式活动骨盆的位置，然后第三式我们再回到正前方，要做你肩膀背的伸展，所以让你的手可以打开来到雷达的手，仙人掌的手，吸气的时候手轻轻的往上斜斜的拉长，好，吐气再拉回来，从肩胛骨背的地方拉回，再试一次，吸气轻轻的拉长，好，吐气再回来，再试一次哦，吸气轻轻的拉长，好，吐气再回来，我们要往两侧转哦，它会改善我们的虎背熊腰，所以吸气的时候我们往右边拉长，对了，好，吐气再回来，再一个往左边拉长转吸。
转，好，出去再回来，再一个往左边转，出去再回来，然后最后我们再让你的手是回到身体两侧。这个是很基本的媒体三招，你可以从脚活动到你的骨盆，再到你的肩膀跟背，所以它是还蛮适合你天天在家里就是累的时候可以随时做的一个简易的媒体伸展操。哇，好，掌声，谢谢老师来非常详细的说明。好，那这老师示范到这里呢，我一定要推荐大家一个东西，好不好？让我穿过舞台下。好，就是我们的刚刚讲到这个舒活样品哦，因为它除了呢，你今天工作一整天很累，好，你可以擦在身上放松之外呢，它也非常适合我们刚做完运动的时候也可以擦身上，所以也要推荐给曼舒，好的，回家也许可以示范看一下。好，非常推荐给你。好，那紧接着呢，我们也谢谢我们两位粉丝跟我们一起上台。好，那紧接着呢，我们刚曼舒有提到，平常在家也会做瑜伽来放松，对不对？那现场呢，可不可以跟老师为我们一起示范几个动作，给喜欢的粉丝跟媒体朋友看一下？我分享一下你的瑜伽动作。对，我自己在家自己想了很久，到底要做什么样动作，就是又感觉很厉害，然后又适合拍照，所以对，刚才呢，偷偷的就是跟老师就是讨教一下，然后我们研发出了两个非常精心，哎呦，适合就是如果你就是在家里，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瑜伽哦，非常适合请朋友帮你拍一张照，上传，你可能都非常多的赞。哇！所以我们接下来教大家这两个小动作。好，那我们先请大家穿第一个。好，第一个就是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喜欢，看起来就觉得真的好厉害，所以就先把我们的右脚抬起来。好，抬稳之后，然后右手轻轻的放在大腿上，平衡稳定之后呢，左手伸起来，然后轻轻的延展。好，给大家看一下。好。好。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再来第二个。好。也是精心研究出来的，是下半身站这个样子，然后双手举起，交叉。哦。好。而且这个有点小犯规，就是头其实应该不要看往右看，但是为了拍照。哇，好，快拍！五、四、三、二，视线转一下，视线转一下，麻烦曼舒转一下，看右边，左边要吗？左边，好，左边，好，麻烦曼舒维持一下啊、哦，左边，正中央，不太紧张。好，右边再一次，谢谢。好，右边再一次，谢谢。来，中间。好，中间。来，左边。好，左边，哇，这个要绷很久哦，加油。好，一下，好，谢谢，好，谢谢。